神明赐的锦囊隐藏天机。你来了，师傅就看你需不需要，就赐你一张锦囊，里面每一张都是不一样，不是你想要就可以拿的。这里的求子方式你绝对没有看过。结婚差不多两年多，就一直都没有消息。这一间宫啊，有绕境啊，可以退婴儿车啊，就有来推，然后推完之后就怀孕了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台湾百庙。